生活习惯肠胃机，这些行为很烫。这个是辣椒糖，然后来一杯啤酒，这个叫做蜜雪辣啦，直接喝。哦，本来的是那种橘色的，对，一直摆到变黑的，我爸就会说贵，啊，这金马加爽，铁乌鱼子蛤蜊，我就是买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我再吃，它就变成白酒蛤蜊了。白酒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